大婶，你今天好幸运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方姐，实木直个娱乐一下小伙伴们。这几天我更新的比较慢，不是去冬眠了，我是在一边装修我的办公室，一边想要除魔遮补。那天我不是吃了只自家养的鸭子吗？出现一堆妖魔鬼怪，一群生活不能自理的魑魅魍魉，看到我吃自己养的鸭子，吃的那叫一个香，吃的满嘴流油，给他们那个羡慕嫉妒恨，就跟吃了他孩子似的，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鬼样，那叫一个矫情，挠心挠肺的。我要是在他跟前，估计能把我吃喽，哈哈哈。不过还好他没在我跟前，那我立马请他们吃鸭粑粑，不带拒绝的那种，没吃饱不让走的那种。他们不是素质好吗？他们不是有爱心吗？他们不是看不起自给自足、丰衣足食的乡下人吗？他们的道德不是只用来绑架别人吗？最主要的，他们不是将我发福吗？他们要敢在我面前逼逼赖赖，那正好叫他们看我怎么破。哎，等会一定又有朋友劝我别生气，我才不生气呢。不用安慰我哈，我好得很，我也就是把他们当成小猫小狗一样逗玩呢。虽然我的生活不无聊，有小猫小狗的送上门来让我逗，那自然也是要逗会的，给生活增添色彩嘛，对吧？哎，也别劝我大度，我才不会傻到别人打了左脸还把右脸伸过去，敢打我左脸不给他一套组合拳，我都对不起我的武术老师杨德之。总之，我们养的吉牙鹅都是食物，不是宠物，大部分正常人都能理解，他们的最后归宿就是我的餐桌，我将给他们一个种不同的烹饪方式，加以油盐酱醋，或是烟熏火料，或是油炸包炒，怎么想怎么来。少数非常人还是会来逼逼赖赖的，还是会以去管相威胁的。非常人要去管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才无所谓，他们看我吃的满嘴流油，觉得恶心。我看他们表里不一，更恶心。去管走人，我求之不得，免得影响我食欲。说真的，他们去管值得我再撒只鸡啊，压的庆祝一番。我也不怕他们逼逼，反正我心情好的时候，又可以逗一波小猫小狗，在一群咬出一匹魔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直接送黑名单。对我来说，神母都是残次品，丢了半点不可惜。有好心的朋友要说了，黑粉也是粉，留着他们增流量，咱别和钱过不去。朋友，我跟你说，遇到这种反人类，咱还是把金钱当粪土吧，咱赚钱也要有底线可堆。咱是靠流量赚钱，又不靠神母们卷钱。我做视频免费给他们娱乐，他们又不花钱看视频。明明每天在北漂，还给那挑三拣四的，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，凭什么忌讳我这那这那的？看爱好好看，不爱看立马滚蛋，谁在乎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咱拍视频当然是拍给爱看的人看，拍给那些正常的人类看呀。虽然大家都是白嫖，但是正常人说话好听啊，正常人能告诉你各种烹饪方法和技巧啊，正常人能理解正常的人的行为啊，正常人好相处啊，正常人的爱才是真爱啊，正常人的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，正常人说喜欢是实打实的喜欢，正常人是 99.9%， 那可前的 0.1% 非常人。虚情假意，表里不一，两面三刀，点三道四，说三道四，五谷不分，杳无河流，流亲无靠，无聊至极，七喇叭喇叭公山上草木皆兵，胡诌八扯，整个一疯魔就博跟我私有九死之仇，和正常人比，时不当一整天十分无语的，对我那是百般刁难，刘太是百弊丛生，挑剔起我来那是千奇百怪，想要毁灭我时那叫千方百计，他们奥逆万物，留下他们是万万不能，我是万不得已，只想远离前面小人，我可不要被认成精，他们动不动给我来个十为武功，我就等着他们实属同学时一网打尽，然后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，与我把杆子打不着的路人甲，在我的地盘上旗帜八大，我定能骂到他们七切生厌。流畜不分，管他是什么五马六猴，还是什么武后七贵，我既然吃得了四方饭，怎会怕他个三只相公二话不说直接开怼，逼将一个不留。Nice。什么妖怪？为什么没你妈咪？什么刀山火海？什么仙行诡计？